志成，您赶快回桥。一届一个真相，另外一个等待。你好，叶志成，老请问？你叫什么？你老请我来求他。枪完了，我随放。三个标案，我是农民，刚收枪过。李强，这老两抓了，就孤单了。枪来的叮当。这是我最爱的生命呢。 三点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日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我肯定要骂我白来，那无？那无安怎？你一届搁一届搞增销，一定要付出代价，或者是讲我带发主意，教你安怎脱身，叫你家己做。我是无可能搁互你有机会逃走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做去的日子。什么？加千金，加进公主办开。刘先生，志成，您赶快回桥。 志成，你去龙一堡去，我若是有啥物事，就通知到是老青来。喏，安尼懂无？枪完了，我随放。三个标案，换一个人命，敢会收销费？我知影你敢骂袂合，也毋过你对台骂哦，莫做个遮遐笑。目睭看无就较安分的，想要志成嘛，拢莫做代志啊。这是我跟王亚芬请假的文员，今日一定要有结果。你讲八也是公道的啦，善良的人一定得到伊要得的啦。 是你，我总是跟王亚芬出面交锋。李强，我哪有可能这样简单的帮你耍？啊啊！车内的领导，这老江山路受孤单，所以我才送你两人做伙去。这是我最爱的生命呢。我后边顶下那边有灯啊，哎呦，受太夸张。好吧。 Thank you.